糖醋排骨酸甜适口，不腥不腻的关键点是什么呢？你只要掌握以下这几点，不用再担心做不好了。排骨去腥的处理方式有很多种，有的用炸的，有的用煎的，但是它们的前提条件都必须要冷水下锅把血水煮出来，这样的排骨没有异味，色泽更洁白。锅中下50克油，50克冰糖，开小火慢慢熬制，既能增加甜味，又能让排骨色泽红润。糖化掉变成枣红色，下排骨，用小火把排骨呢炒至均匀上色。已经更新了600多道菜，含酒店菜式和家常菜，记得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收藏，你不会做的我来教你。加葱姜八角桂皮，肉类的一般都少不了这些配料，主要是去腥增香。加清水没过食材，30克料酒，50克生抽，5克盐，煮开扣盖，小火焖50分钟。手里有小红心的记得支持一个，谢谢。下50克陈醋，最后大火收汁，能够迅速达到上色的效果。装盘撒上白芝麻，我的作品都是美食教程，就是一本活菜谱，不知道吃啥做啥，记得来这边找灵感哦。